跟我一起合作，这样试试看。我们看有一种用分享的音乐的方式呢，啊，我都可以在国外红了，怎么可能不可以在台湾红的这样？好，这是一件很妙的事情，就是这张专辑产出来之后就，还蛮多，就是算是大哥大姐在业界的一些大哥大姐，就很帮我尽力推荐，这样推荐这张专辑到国外这样。那我也做好了很多准备，这张专辑里面有除了阿美族语以外，还有中文翻译、英文翻译、日文翻译，这样是非常有国际性的那种。对，但是太多翻译有点像使用说明书吧。对，我这是比较有趣的地方这样。那看看下次会不会有法国翻译，这样法文的翻译试试看。但去法国真的是，我觉得是这次出国最妙的一个事情，就是今年刚好入围金曲奖独唱乐团，当然我自己也办了一个小小的演唱，在女巫店台北。突然有一个大姐就跑过来说：“哦，淑敏，你唱歌很好听，我第一次听你唱过这样，真的。”那因为我在台上，我唱给她讲说，就是唱告诉朋友说听不懂阿美族语没关系，就当我听法文歌曲这样子。那个可能那个大姐就很在意这件事情啊，你是真的很想要去法国吗？你从头到尾一直讲说你的歌很像法文。然后我真的很随性的给他讲说，是啊是啊，我真的很想去啊，我在开玩笑的回应给他，结果他很认真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新闻局出版科的科长，他就打电话给他法国的朋友，然后